我们上一集就说到，吴三桂政权的老巢昆明被清军攻陷，吴世蕃呢也自杀了，这就标志着云南的吴氏政权彻底覆亡。而后呢，根株广蔓的这吴氏大家族啊，基本上就被清廷啊诛戮无疑，杀的一个都不剩。至此，话语权和生命权就完全定夺在康熙帝这个胜利者之手。清廷下一步呢，就是要从容斟酌啊，如何处理吴三桂的同盟者，包括他的昔日部署啊，以及起事三藩啊，他们的主要骨干和这些骨干的家属。在灭绝了吴氏满门之后呢，康熙皇帝意犹未尽，为了拔除根株，清廷呢开始进行常人意料之中的这种政治大清算。首当其冲，第一个要清算的肯定是呢，就是那个在福建起兵的这耿精忠了。当初振臂一呼响应吴三桂，这位靖南王耿精忠呢确实是动真格的啊，一直给吴三桂帮忙帮大忙。等到立促之时，眼看吴三桂有些不行了，耿精忠就在康熙十五年冬又向清朝投降。当时呢，康熙帝还挺显示出大仁大义的，对他表示什么呢，既往不咎，恢复了耿精忠的靖南王王爵啊，他的下属啊从人啊那些官员任职如故。为此呢，当时这耿精忠也是感动的涕泪横流，表示要重新为大清啊舍生忘死。而且呢，他主动要求跟随清朝大军呢清剿台湾正式啊在大陆的一些武装，要立功赎罪。还别说，耿精忠啊真立功了，因为他这个统领的兵马啊非常善战，又熟悉啊福建那一带的地形，就会同清军呢接连击败郑经的军队，为清朝还收复了泉州啊漳州啊这些战略要地。而后呢，他又奉命啊率领人马驻守潮州。接下来呢，这耿精忠为了表达他自己忠心无二吧，还把他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到北京，等于是作为人质，以此呢来消除康熙帝对自己的疑虑。但耿精忠有所不知的是，他投降的当年年底，他手下部将有个叫徐弘弼的，还有叫刘延庆的，包括他贴身卫士吕英义、苏云慧这几个人吧，就暗中联名向兵部揭发耿精忠归顺之后啊还是意图谋逆啊，总共五款罪行，其中呢就包括隐瞒奸党名单，暗中勾结台湾政事啊，曾经和这个叛将刘进忠啊私下里说什么呢，起降非所愿啊，就是说我向清朝现在投降根本就不是我真实的想法。还包括什么呢，暗藏火药以图后起，以及呢他在投诚之前刻意把范承谟那些人都杀掉了。不仅自己的部将旧属揭发他，耿精忠在福州的弟弟耿昭宗为了自保也发密奏给康熙帝，揭发自己的哥哥意图再次谋逆。按理说这耿精忠投降之后啊已经成笼中之鸟了，可以随时呢让人抓住啊把他杀掉。但当时的清廷呢正在助力清剿吴三桂的政权，因此康熙帝啊就害怕把这耿精忠杀了会打草惊蛇，使得那些还没有投降的人呢不敢再来投降了，所以他对耿精忠就一直隐忍不发。康熙十七年春呢，清廷就命令耿精忠从潮州回到福州继续驻扎。同年秋天，因为吴三桂病死在这个衡州了，平灭吴氏政权已经是早晚之事，于是康熙皇帝就开始考虑对这个耿精忠啊如何处置。毕竟耿精忠呢人现在福州，万一有个闪失再让他跑了，确实呢也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忽然就在福州把他杀了，他从前那些晋南王的部署说不定呢会忽然在福州生变。想来想去呢，康熙帝就让康亲王杰书劝说耿精忠自度请求到北京呢觐见皇帝，这样一来呢他的部署就不会生疑。看到康亲王杰书都开导自己回北京和那皇上唠了嗑，恢复一下从前的感情，耿精忠不能拒绝啊，于是他就在康熙十九年三月自动上书表示说呢我要到北京觐见皇帝。接到书奏之后，康熙帝马上批准。为了避免耿精忠生疑，清廷当时还下令就任命耿精忠的部将马九玉为福州将军，管辖呢他原有的那个靖南王的部队。耿精忠刚刚入京，
他的弟弟耿阳中、耿巨中就联合上书请求朝廷啊，对这哥哥先前的叛逆不道予以严惩。大匪大乱之事，为了避免灭族，兄弟之间呢也是情断萧墙。此时康熙帝就再无顾忌了，马上批准耿昭宗兄弟的请求，下令呢把他们的哥哥耿精忠，还有先前耿精忠侍卫啊、部署啊那些揭发材料都拿出来了，就交给法司啊正式审讯。耿精忠对此肯定不服啊，他就极力分辨啊，自陈他归正之后绝无叛制。事已至此，谁还会真正听他的辩解呢？于是呢，耿精忠叛逆罪成，法司上奏应革去耿精忠的王爵。耿精忠、耿显作父子包括他这个藩下那些骨干分子，什么曾养性那些人，按照大清法律都应该凌迟处死，即没家产。当时那耿精忠手下呢，好多将领还是在福州，康熙帝呢就没有马上批复，而是先命令耿精忠所有的亲属返京归齐，然后呢又命令在浙江的、在福建当官的他从前的那些下属吧、部将都回京听勘。接下来清廷呢又免除了福州将军马九玉的职务，由此以来昔日靖南王那班底啊等于就被清朝一网打尽了。康熙21年正月19日，就公元1682年，清廷就对耿精忠案件呢进行停议。那些议政的大臣们呢就先拟定了一个这个处分意见吧，就应将耿精忠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共10人全部凌迟处死，他的同党黄国瑞呢19人应该予斩首之罪。为了显示自己当时的宽仁吧，康熙皇帝还假惺惺地表示，虽然耿精忠和他儿子这些人罪大恶极，但是呢他们有可怜可悯之处应该从轻发落，我觉得改为斩首算了。对康熙帝如此这种所谓的大慈大悲的表示呢，那些议政大臣们心知肚明，愤怒挥舞着胳膊极力陈说，就认定耿精忠负恩谋反，罪不可赦。特别是大学士明珠就强烈要求对耿精忠父子一定要凌迟处死。最终清廷对耿氏家族包括他的部署呢这处理意见就形成决议了，内容是什么呢？革去耿精忠王爵，凌迟处死他的儿子耿显作，革去散治大臣，处斩耿精忠部署徐文耀、王世瑜、曾养性、刘进忠、白显忠等人也都是凌迟处死，他别的部署包括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四贵、夏继旺、吕英斗、武浩、什么司定球、沈伟、郭景芬、罗万里、祖鸿勋等人，好多这些他亲信的部将吧，全部处于斩首之刑。由此入关之前为虎作伥的这个三世的耿氏王爷就此灰飞烟灭。就在北京闹市当中，任凭这耿精忠一口东北话一直是乞饶哀告，刽子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人呢聚精会神仔仔细细的下刀。当然了，剐了耿精忠之后又把他那些手下那些人也是先前为清朝立有大功的好多那些部将们也个个的西瓜凌迟。在处理耿精忠和他的部署的同时呢，清廷对于平南王尚之系他的处理行动呢也在进行当中。康熙19年3月，尚之信他的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这些人呢就亲自入京揭发尚之信他降后又要谋叛。于是呢清廷就派出刑部侍郎易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为名呢就到达广东了进行秘密查验。这个易昌阿到达广州之后呢马上就找来尚之信手下那都督有个叫王国栋的秘密询问。王国栋这个人转弯特快，马上揭发尚之信归正之后呢一直还是想谋反，而且呢王国栋还自告奋勇就要求为朝廷亲手把这个尚之信给逮捕了。当时尚之信还真不在广州，他正率领部队呢在广西协同清军平叛呢，当时忙得满头大汗，就被清廷绞尽犬马之劳。他不仅操劳还要真心表现，天天的焦心劳瘁不停的给康熙帝上书献策，而且呢他还带病为清廷收复了武宣等好多的战略要地。武宣就是今天广西的武宣。等到尚之信得胜回到广州，迎候他的这刑部侍郎易昌阿呢就说北京有圣旨给你。尚之信还挺高兴，劳苦功高啊，以为是康熙帝呢下诏嘉奖自己，马上呢就下了马跪地听宣。结果诏旨读出，
原来是皇帝要擒拿自己入京审讯，五雷轰顶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尚之信就愣在当地懵了。稍后呢，他缓过点神来，心中呢倒不是特别害怕，总觉得自己当初不是真反啊，就认定自己入京解释清楚之后呢，朝廷肯定会赦免自己。尚之信被收逮之后呢，参与首告了他那部下都统王国栋，这个时候小人得志，得志便猖狂啊，他就马上呢率领自己手下人查封平南王的王府，包括王府内的所有的东西吧。查封过程中呢，他还自取资财，四行无忌啊，遇见这个上府这个女眷啊，也是上下其手。这个事儿呢，很快就被尚之信的弟弟尚之杰知道，于是呢，他就向自己哥哥的那些部将们叹息诉苦，你看我哥哥这一倒霉，现在这些人就对他这样。尚之信手下有个长史叫李天直，这人听了之后大恨，想也不多想，马上李天直就率领手下人冲到王国栋的马前，就对之喝骂，你王国栋献身奇奴，要不是先王赏识对你破格提拔，岂能有你今天。李天直口中的先王就是指尚可喜，如今呢上宫被逮，你既不为之辩白冤屈，又不遵旨将王爷呢送入京师听候勘问，却擅自胆大妄为，真是忘恩负义，现在还率领从人到王府内抢劫财物，真是是无耻小人。话到刀到，李天直呢就跳起来一刀就把这王国栋脑袋砍落于马下。说实话，李天直杀人这件事儿，尚之信事先是一无所知，因为他自己就在监禁当中，结果听到王国栋被杀的消息，尚之信叹息不已，就认定这李天直啊完全就是给自己帮了倒忙。果不其然，清廷就以此事为借口开始了对尚之信的正式审讯。这种审讯啊基本上就是走的过场，康熙十九年七月就根本就没让人把这尚之信逮入京城勘问，康熙帝就批准了对尚之信和他家属部下的判决。什么判决呢？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念其呢曾受亲王头衔，从宽赐死。尚之杰、李天直按律就地正法，平南王府所有资财全部充公用为军饷。尚之信呢当时有36个弟弟32个妹妹，可见他那老父亲尚可喜这个人啊，确实挺荒淫的，挺能生的啊，家中府中弄了不少美人，给他生了这么一大堆孩子。清廷下诏，尚之信的弟弟尚之杰、尚之黄、尚之英和尚之信呢要一同被处决。至此，尚可喜老头子奋斗一辈子挣来的平南王家业顿时也化为乌有。当然了，尚之信的弟弟尚之孝当时还活着，那么清朝那法司根据大清律就认定尚之孝应该连坐，也应该被处决。康熙帝呢对此呢还亲自下诏免去尚之孝的死刑，还下令这个尚之孝可以随内大臣啊同班入职上朝。毕竟这尚之孝是一直没有跟随他哥哥尚之信造反的，而且呢尚可喜至死也是清朝的所谓纯臣。后来清朝把尚可喜的尸首挖出来了，一看老头还穿着一身这个清朝的服装，就更认定这老头啊确实没有谋反。老头尚可喜呢他也有好几个兄弟，他们的父亲尚学礼本来呢是明朝的将领，就是当时皮岛统帅毛文龙的部将，我们前面讲明史的时候讲过毛文龙后来被那袁崇焕杀掉了。那么尚学礼呢，他在1624年和后金作战的当中呢殉国了，壮烈牺牲。尚可喜兄弟几个人呢当时也都是随父从军，而且尚可喜他的长兄尚可进作为明朝忠臣也是死于战阵。作为军人世家这个尚可喜兄弟在和后金军队当中呢也是多次交战，这老尚家先先后后吧有上百名家族成员呢就被俘了，特别呢就是包括尚可喜的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被俘之后因为不愿意呢给这些后金人做这个小妾，这两个美人就先后自杀了。等到尚可喜投降的时候呢，满清送回的尚家成员当时就只有27个人了，其余大部分要不就被后金军队杀掉，要不呢就包括那些女人就是被这个后金的这个军将给折磨而死了。按照常理国仇家恨，尚可喜应该和满清有不共戴天大仇，这才是对的，但是呢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这狗才当时就投降了满清。在公元1634年他就率领手下的这个人马就向皇太极投降了。
本来当时明朝军队一直控制这个皮岛是非常难以攻克的，易守难攻。正是由于尚可喜的投降，他熟门熟路啊，就率领清军攻打皮岛。最终呢，坚守皮岛那明朝大将沈世奎战死了，明朝官兵在这场战役当中呢，被杀近万人。而后呢，无论是松锦大战，还是远征朝鲜，还是杀入这个山海关，都有尚可喜的身影。他是为这个清朝啊立了犬马之劳。公元1649年呢，在大汉奸尚可喜功劳大，就被清朝呢任命为平南王。最令人发指的是什么呢？在公元1650年，尚可喜率领清军就杀入广东，包围了广州城。当时广州军民啊，明朝军民不屈不挠，坚守广州长达10个月。当年的11月24日，尚可喜率领清军攻破了广州。而后呢，他就下令清军在广州进行了长达12天的大屠杀，一直杀到12月5号才停止。至于被杀的人数啊，从10万到70万，记载不一。明末有个文人叫王明雷，他亲眼目睹了这次大屠杀啊，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祭贡冢文》，其中呢就记载，他看到广州被杀军民那个人头堆积如宝塔，堆积如山丘。因为广州呢一直是商贸城市，除了中国人以外呢，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外国的使臣还有传教士都在那里居住。这些人呢都是当时清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于他们呢也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广州屠杀这种记述和回忆。累累罪行都是这位尚可喜他犯下的。为清朝立这么多大功，到他儿子那一辈所有的这个功劳一笔抹杀。日本钱在清朝曾经一度流行，清朝前期的时候前朝这明朝的铜钱呢还是可以流通的，但与此同时，日本有一种铜钱也在中国流行，特别是在乾隆年间，日本制造了一种就叫宽永通宝的这样的铜钱呢，在沿海一带特流行。一时之间呢，因为这日本钱还铸造的比较精，清朝的官钱呢竟然无人问津。清朝有个文人叫朱彝尊的，他的文集当中呢竟然有这样的字眼，什么字眼呢？宽永三年序。宽永三年也就是日本的纪年了。朱彝尊呢他又是江南人，你看他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序言当中愣使用日本的纪年来标注他自己写文章的时间。由此可见呢，这宽永通宝这种日本钱币呢在中国沿海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宽永通宝在中国民间特别是江南地区流通了好多年，到了乾隆初年，他呢忽然发现这事儿，就开始下重拳对这种铜钱呢进行严打。他当时呢看到这个钱儿，就认为这是一种私铸钱，上的还有年号，他就更怒了，就等于谋反啊！这么大清唯一的年号就是我乾隆，怎么又出了宽永了呢？于是他就下狱，就正式对江浙闽那些沿海的总督、那些巡抚就说了：“你给我找到开炉造卖这种银钱的这些人，给我穷治，给我重罪，要给他们定。”眼看马上就要兴起大狱啊，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还有江苏巡抚庄有功这两个人呢，就向乾隆皇帝上奏：“此种钱文乃东洋倭人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而后呢，他们就建议皇帝，就说咱们以后严禁那些这个商人携带倭钱坐那个船回国。至于国内呢，现在已经零星散布的一些倭钱，那官府呢从百姓手中收买就可以了。因为你再找到底是谁造的这个，中国国内本来就不造，根本就找不着。乾隆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认定这么大范围的使用日本的倭国的这种宽永通宝太有损国体了，于是呢继续颁旨严禁查禁这样的铜钱，就要求中国的商船禁止携带这宽永通宝回国。至于呢先前已经在国内市场江南一带流通的这些宽永通宝的钱呢，一律收缴销毁。至此等于就把这个日本铜钱大受中国欢迎的这样的局面给结束了。
们上一集就说到，平定吴三桂的三藩起事之后呢，康熙帝开始秋后算账了。所以呢，清廷对耿精忠啊、尚之信，包括他们的部署，前设后置，根本就谈不上任何信义。康熙帝当时呢，年纪还是很轻的，但他政治手腕这种老辣纯熟，以真化境。参与三藩反叛的这些人，当初呢还有一个让康熙帝特别头疼特别痛恨的，谁呢？那就是在西北起兵的王辅臣。不过呢，王辅臣的结局还不算太坏。根据清朝官方记载啊，王辅臣怎么死的呢？是病故。显然呢，他不是被政府公开处决、公开正法的。盛壮之年，这么一勃勃武夫，王辅臣怎么就会在清廷取得胜利之后一下就病死了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清圣祖实录》当中呢，就只记载到当这个清军围攻昆明之时呢，康熙帝就让这个王辅臣啊跟随土海一起入京觐见，就没有透露出更多有关他的消息。清朝有个大文人叫刘献廷，他写过一本笔记叫《广阳杂记》，其中呢就详细记载了王辅臣之死。《广阳杂记》怎么写的呢？王辅臣出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结发妻自缢而死。这个就指当时王辅臣啊，跟随那江襄在大同叛清，后贵复置妻妾七人。平凉被围时，王辅臣故七人叹曰：“死大同者，今无其人矣。”七人闻之，同师皆自缢而死。王辅臣出战随旅胜，而孤臣坐困不知。经略土海招之降，与之钻刀射士，保其无他。王辅臣出降，随经略转战有功，事多不具录。世平上撤经略土海还朝，即召王辅臣入京，鞍马已聚，行有日矣，乃出其后妻。自七人役后，王辅臣复娶一女，至此忽与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时欲出之，召其复来，与之决绝，而密语之曰：“如陵女既离此，他方远嫁，我出如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虽征酒，聚成于王辅臣，求披归省。辅臣取其城守猎之曰：“汝归即归耳，尚须此物耶？汝归不亦复来，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银赏之，工匠涕泣辞去。王辅臣随命司祭者取库中银，多少分值，各为一封，多以百计，少获数两，一一标制，余一二万斤，置之库中，以印条封之，更路布一册，记银数，并注杂物，曰：“吾为提督酒，岂无余资？”令人动疑，雷辱后人也。取旧帐幕，悉火之。王辅臣召助将卒、亲随人等，至前曰：“汝等随我酒，东西南北奔走，犯霜路，冒矢石，亦良苦。今我与汝等辞，汝等亦远去，随其人之功绩，各以银一封与之，曰：‘汝持此，愿归田者即归，愿入行伍者速投他阵去。’无言向在五处，众皆哭，挥之行曰：‘速去，我是自当，无雷汝等。’从此绝矣。”王辅臣乃命酒独酌高歌，饮起，见盛于银碗在案，重二十余两。臣人曰：“此物当与谁？”是有童子捧茶至，故曰：“汝在此几年，曾取妻否？”童子曰：“未取也。”遂命取食，追碗令贬，以授童子曰：“与汝归取一妻，勿更来矣。”复酣饮高歌二三日，问门下尚有几人，则为数十人在矣。招之来共坐，呼酒欢饮。至夜半，王辅臣泣问众曰：“吾弃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及，前迫于众人为不义事，又不成，今虽反正，言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以其胼手戮于市曹，何如自死？言刀死、绳死、药死皆有痕迹，则将以累经略，以累督府，以累汝等，我朝之属矣。待即罪，至我手足，以指蒙我面，冷水转之立死，与病死无异。汝等以弹绝暴死为辞。”众哭见之，怒欲自刎。众卒其言，天明已决死文。后经略入朝，上问王辅臣，经略言之反其本意，上怒曰：“汝以王辅臣一路人也，土海惧吞金而死。”
细读这段记述呢，就可以发现王辅臣这个人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挺有政治头脑的。当时的吴三桂政权马上就要垮台了，得知康熙帝要召自己入京，他马上就要料到啊，此行是凶多吉少，就开始呢积极准备后事。他呢先是啊把他这个后来娶的那个后妻啊给怒出啊，实际上就保护他，而后呢又赏银两给工匠，然后再伪造账簿，取出库银啊，这个分赏多年跟随他自己那些将领们，然后呢把那些人打回家。最后呢，他对于伺候自己的啊那小伙子童仆吧，王辅臣呢还把那个银碗砸扁了赏给他了。你想当时那个银物等于金银器嘛，那就是货币一样，就令这个小伙子这个少年吧，这青少年携走回家娶媳妇去，而且还嘱咐他千万别再来了。最后呢，他和门下那些庶人饮酒夜半，当时王辅臣啊就满脸泪水，表示说什么呢，朝廷对我蓄怒已深，皇帝肯定不会轻易饶过我的，大丈夫呢与其啊一块儿这个和别人啊跪在那个刑场在那儿低头啊挨刀啊，不如我自己求个好死。但是呢，如果现在用刀自刎啊，用绳子把自己吊死，或者养药自杀，都会留下痕迹，如此一来算是畏罪自裁，朝廷肯定怪罪，肯定呢还会连累这个经略土海啊，包括督府啊什么这些官员，肯定还会连累你们这些人。我呢早就想好了，等我一会儿欢饮极醉之后，你们就把手脚捆住，然后用厚棉纸蒙住我的脸，再用冷水喷洒，这样的话呢我肯定会窒息而死，如此朝廷即使派人验尸也验不出个结果来，就跟病死啊那个死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们就上报说我是痰厥暴死啊，被痰一口气毒死了，然后再上报朝廷。他手下这些门人们一看这个王辅臣要自杀，就哭着啊都劝谏啊，您最好先别死。王辅臣呢当时就生气了啊，当时就要拔剑自刎，于是呢他的手下这些门人们就赶紧同意了，就依照他的教诲行事。等到转天啊，天一大亮，这些人就马上向官府报告，就说王辅臣王将军呢啊，这个因为一口痰堵住了啊，等于把自己给噎死了。记述王辅臣死状的啊这本书《广阳杂记》呢，它的作者刘献庭呢是清初的一个汉人大儒，他还不是一般啊写那些杂记啊小说乱七八糟的啊一般的文人啊，他是个大儒，而且呢他还曾经北上应这个清朝高官啊徐乾学啊他所聘，参与清廷的对明史的修撰，可以想见他学问有多大了。而且呢他对清朝的历法、数学、音韵等等学科吧都有特别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地理学他亲自实地勘验，非常具有可信性和科学性。而《广阳杂记》这本书呢本来就是一本地理学专著，其中呢对于古今的气候变化、各地的物候异同啊、河流侵蚀作用，包括地理位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等方面吧啊，绝对是见解独到。大伙儿有空的话可以把这本书看一看啊，都是古汉语写的。按理说呢，这刘献庭是个音韵学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行文呢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但刘献庭在《广阳杂记》当中对王辅臣这个记述中啊，唯一可疑之处，就是说王辅臣他的死之后呢。他就说什么呢，说土海入京面见康熙帝，当时候就为着王辅臣辩解了几句，惹怒了皇帝，归家之后挺害怕的，吞金自杀了。哎，这个记载呢完全就是小说家笔法了。土海这个人呢劳苦功高，康熙帝啊曾经给他作有御诗，专门称赞他，说他什么呢，中鼎功名悬日月，你想多大的功劳啊，一直是深受清廷重用。康熙二十年呢，因为劳苦功高四处奔走啊，他就因病还京啊，最后等于病死在家。清廷呢还给他了一个特好的谥号文香啊，所以说他的死绝对不是吞金自杀。那么从个人的历史角度来看呢，这个作者刘献庭呢，他这个一生除了到北京在这个使馆啊帮助写明史以外呢，和清廷的那些政治高层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所以说呢他所得到的所谓土海自杀的消息应该就是民间的传闻。我们看那康熙取居注，土海这个人呢在康熙二十年十月六日这个回京之后，不久之后呢他马上就得到康熙皇帝的亲自召见，期间呢康熙皇帝还对他什么呢，就史书记载啊抚背赐茶，你想对于大臣拍他肩膀给他茶喝，那恩礼那太大了。
从这样的技术当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康熙皇帝对他有怪罪之意。而后呢，还连续几天康熙帝召见那些大学士啊，就是这些召见过程中吧，土海呢都一同参加。到十一月呢，土海就告病了，大概就是因为他长期在外积劳成疾，而后呢就忽然死于家中，应该是什么脑溢血、心脏病等等等等吧，死于这种疾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康熙帝还特意下诏，要礼部从优异序。土海死之后呢，清朝的朝廷对土海的后裔也一直是多有重用。土海的儿子诺敏官至刑部尚书，他那孙子马礼善呢官至都统，那马尔塞呢官至大学士。大伙儿有人可能看到这儿就问，哎，他那些儿子什么诺敏啊，什么马礼善啊，什么这些东西怎么都不姓土呢？哎，这个我们在有的彩蛋中就会讲，就是实际上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不是他们的姓，就是他们的名。讲完了王辅臣和土海，咱们接着讲这个康熙帝对三藩之乱之后的这种秋后算账吧。把三藩这些所谓的首恶们全部处理掉之后呢，康熙皇帝还是欲罢不能。攻陷昆明之后，从康熙二十年年底到转年的五月间，康熙帝逐批处决了先前呢跟随吴三桂啊打仗，后来呢又向那个清朝投诚的，而且还戴罪立过功的吴三桂从前那些将领们。原贵州提督李本琛处以从逆大罪凌迟，李本琛的孙子李向前、李向坤，包括他的侄子李继善、李继民啊，都依照大清律株连斩首。清朝的原来的镇远副将江毅，由于曾经啊被给吴三桂封为镇远伯，凌迟。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党、侍郎刘国祥啊、太仆寺卿萧英秀、员外郎刘知言等等吧，这些人全部斩首。吴三桂党羽就原先的骨干分子胡国柱、王旭、李矿啊，本来已经自杀身死了。他们的家属呢，虽然早就投诚，但康熙帝依旧认定这三个人呢罪行重大，就以谋逆大罪下令对这三个人家里的所有男性亲属全部处斩啊，他们这个三个人的妻女啊、家口啊、财物全部加以即没。彭时恒、谭天密这两个人呢，先是在四川呢，响应吴三桂的叛乱，再后来他们又响应吴三桂入川的那些将领，又叛乱了，因此呢属于罪恶重大，全部加以凌迟处决。但凡所有牵涉到吴三桂谋逆罪被杀的一些犯官和犯将，他们家中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啊，这些子嗣啊，全部处斩，家产即没。那么这些人犯的妻子、女儿，包括他们那些未成年的小孩啊，全都没入官府为奴。经过一系列的血腥屠杀和镇压之后呢，对于数万名吴三桂的旧属兵士，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经过严格的审核，这些人呢全部被流放到这么关外啊、塞外苦寒之地，充任那些战丁。不仅如此，对这些人还专门啊设令这个一个籍册，给他们把他们名字编列在内，而且这些人的后代子孙永远都不能读书入仕。即使到了清末，这些人的后代你想都传了十多代了，依旧还是充当战丁，等于就是贱籍啊，充当什么宫门更夫啊，那些世袭的下贱职业。历史呢确实是胜利者的历史，史书呢也是体现出胜利者的意志。而我们后人如果真正研究历史，肯定呢就不能完全相信当时统治者那些御用文人他们所编纂的那些史书。三藩起事之所以发起，就是因为当时康熙皇帝呢想剥夺吴三桂那些人的利益。如此一场惊天动地的这种政治军事大动乱持续长达八年之久，为此呢康熙帝对吴三桂啊恨之入骨。清朝史家呢也一直以逆贼称呼吴三桂，而且呢还把这场啊惊天的大事变定性为呢犯上作乱，就是叛乱。时至今日呢，我们今天不少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历史书籍吧，依旧沿袭清代的名词，把吴三桂耿精忠上知心这个起事称之为三藩之乱，恩怨尽时方论定。如果我们今天的人还是以清朝人、清朝那些御用文人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刻意去贬低失败者吴三桂、失败者耿精忠、失败者尚志信，包括他们所有那些追随者，显然呢就失于简单和武断了。那么吴三桂举兵啊，它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吗？我们下一集仔细说。
清朝的盖碗为什么盛行呢？我们都知道唐代就逐渐普及了饮茶的专用的盏器，后来呢又发明了盏托，宋元时期沿袭啊，明清以来就开始呢配这个盏盖，慢慢就形成了一盏一盖一碟三合一的那种茶碗，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盖碗吧。现在有些人还用，梅老师有时也用。盖碗在清朝呢，最早宫廷还挺盛行的。明代那贡茶呢，就是以压茶为主，压茶挺细嫩的，就适合这个中温度的这个水来泡。加上那种碗盖的设计呢，得品茶的时候用盖盖住茶叶，就不使这个茶沫啊沾到这个嘴唇之上。所以说盖碗挺适合泡饮芽茶的。此外呢，那盖碗的盖子这直径肯定小于那个碗沿这种直径的设计，盖子又是内嵌式，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它不容易滑落掉下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你喝茶的人还可以轻轻用的盖子刮去这个浮叶和浮沫，再将那盖子稍稍倾斜一下，就能喝到茶汤了。那么腾出来那右手呢，就可以用那茶盖在水面刮动，还有个名字挺好，叫翻江倒海，就使得整碗的茶水呢上下翻转。碗盖刮茶这个方式呢，实际上还有一定的科学的讲究在里头。盖碗呢还易于保温，所以说后来在各地都十分流行，不论南方北方吧。所以呢，清朝开始啊，广泛使用的这种盖碗，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在喝茶的时候呢，能起到什么提神啊、清新啊，还有一种艺术鉴赏的这样的作用。前面呢用20多集的内容讲了吴三桂三番起事的由来，这一集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吴三桂他们起兵叛清，开始啊绝对不是他们的主观故意，吴三桂还有他的部将以及其他那二番将帅，这些人呢被清朝血拼已久，封王列土呢也是明智时归。但康熙继位之后呢，他从封建集权主义这样的角度出发，封建帝王嘛，他就刻意剥夺吴三桂等人的这种特殊的利益，最终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从吴三桂初起之时，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应来看，云南旗帜一举，天下喧喧，各地响应，四海沸腾。如果清廷在当时统治真的是深得人心的话，吴三桂他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广大的支持。显然呢，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事不远啊，加上满洲人群对当时汉族百姓那种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就使得广大的汉族人民在内心之中啊，完全不认可满洲异族统治者在中原的统治。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啊，包括民族主义的利益这种一致性，数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中国军民啊，当时是纷纷参加作战。在极短时间内呢，就使得清朝的国奏危如累卵。如果不是吴三桂他过于谨慎，当时在湖南逡巡不去，如果吴军一鼓作气打过江来啊，直杀燕京，胜负成败啊，殊难预料。当然了，吴三桂这个人，咱从人品上看他，这个人呢是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幸或不幸吧。吴三桂呢，他生活在明清之际那波澜壮阔的那样大的历史环境下，他的个人抉择呢，也就造就了他的人生机遇，也就造就了他呢最后悲剧的产生。入清之后，如果不是康熙皇帝强夺吴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吴三桂这个人呢，
本来他最后可以以大清忠臣、大清纯臣啊这样的名义呢，擅尊床泽。而且呢，如果能等到日后吴三桂啊善终于家，他病死了，清王朝可以相当自然的撤藩消亡，断断不会呢引致啊这一起成百上千万军民死亡的啊这样的政治大动乱。吴三桂反清呢，虽然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显然啊和明末清初明朝移民啊拥戴南明政权那种抗清起义的正义事业相提并论啊，根本就不一码事儿。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这三个人绝对不是明朝的这种仁人志士，他们起兵的目的呢也不是戮力同心啊想恢复汉族的荣光，而是什么呢？彻头彻尾为了保全他们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但是任何一场战争呢，这个鲜血都不会白流的。吴三桂这三番引发的战争啊引起了这么巨大的冲力，使得满洲统治者啊也是瞠目结舌，同时呢他们也忽然明悟他们自己先前那些统治啊是多么的不得人心，是多么的残酷。所以说呢，在这场战争之后啊，清朝朝廷啊包括那皇帝也是及时调整他们的政策，中国社会呢为此就获得了新的稳定和新的进步。由康熙帝造成吴三桂倾力发动的这场战争，从大一统帝国的角度上看呢，也在国内彻底根除了啊从明末以来那种伟大不掉的地方军阀集团，就使得清王朝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完全统一。那么从权谋角度上看，在平面三番起事的过程当中呢，康熙皇帝他的性格当中那种虚伪阴险绝对是暴露无遗，特别呢是他对汉人的这种臣猜的态度绝对是处心积虑，汉人叛乱汉人平。康熙帝呢这个著名的赤玉在《康熙实录》上记载，就是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日啊，当时这个实录上有他说的这句话。当时他是派遣学士喜佛传译西北的那些张勇等汉将，怎么表示呢？自古汉人逆乱，亦为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康熙这句话呢，不仅在当时，即使在清朝灭亡之后啊，包括那大史学家孟森在内，这些人呢，他们研修清史嘛，几乎都异口同声，就赞誉康熙帝啊，啊，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满汉臣民要平等相待，那么对待汉军汉将呢，更是毫无嫌裁，所以说最终能得到这些人的死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这种见解，我觉得还是犯了简单主义的毛病。康熙皇帝口中所谓汉人叛乱汉人平，说白了就是以汉杀汉，他的阴险本意呢还是令人发指的。那么在整个平定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啊，但凡康熙帝表示说不忍官兵惨厉风离，他所说的官兵就是指满洲八旗子弟。康熙皇帝呢非常害怕维护他这个满洲统治的根底消耗殆尽，所以说他一直对满洲官兵的八旗子弟啊呵护不已。战争期间这八旗军队能够轮番啊调回去啊，能够轮番休整。在战争整个过程中呢，康熙皇帝也一直指令满洲八旗军队呢担任接运粮饷的这种所谓的重任，一来就可以使这些人充当督战队兼战队，二来呢可以使这些人饱食无忧，三来满洲官兵呢可以一直躲在相对安全的第二线，前面呢自有这个露营汉军冲锋陷阵当炮灰。当然了，经过这个三藩起事，确实也使得满洲官兵的虚弱暴露无遗。早在清军刚刚入关后对南明那些政权的平定战争中呢，八旗人马呢那个时候已经显露出疲态了。入关三十年之后啊，一直处处受到优待的，常年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一些八旗子弟，从将帅到士兵啊，绝对是衰退至极。他们在战场的表现呢啊，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胆怯庸懦。即便如此，平灭三藩之后呢，为了给这个满洲八旗子弟壮胆儿，给这个清朝统治者这个涂脂抹粉，康熙皇帝还大言不惭啊，总是对外宣称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集满洲士兵之力，逆贼受首。奸党西除，地方平静。这句话呢，记录在《康熙起居注》当中。也就是说，
康熙皇帝最终还是把所有的战功归功于满洲士兵，就根本啊不提这个汉族官军的功劳。三藩平灭之后呢，康熙皇帝非常惊恐，他就觉得汉人是易变难治，于是呢他就开始以儒教做装饰，拜孔子崇儒教，以此呢拉拢汉族这个士庶人心，而且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什么呢，就一句话，自古得天下之政莫如我朝，满洲八旗之所以能入关德国啊，纯属侥幸和趁人之危，他们入关之后啊，剃发易服，多尔衮嘛，更使得上千万汉族百姓啊身首异处，血流成河。自顺治以来，清王朝啊对这个广大的这个汉族老百姓绝对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啊，几乎呢就倒了那个亡秦之计，差点跟那秦朝一样二世而亡。至于康熙一朝，由于康熙帝本人呢他缺乏政治经验，他招惹了这三藩士起，招惹了这个三藩事变，又导致无数人命丧失，就更加造成当时中国国内老百姓困苦不堪。而后呢，但凡说到康熙，还不少学者都大讲特讲啊，康熙朝有多少德政啊，包括呢康熙后期啊国库积银存银以至达四五千万两这么多，包括康熙五十年实行三年内呢全国轮捐啊一遍这样的政策，还包括啊清廷呢实行过什么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啊等等等等吧，这些所谓的啊这些良策。历史上呢康熙一朝确实有过这些政策，但绝非是康熙当朝啊，或者是现在一些学者津津乐道解释的那样，是清朝的什么天大的德政。康熙一朝的德政啊，包括呢后来被清朝御用学者吹嘘的啊所谓的康乾盛世，到底真有没有呢？当时清朝的国民生活水平是不是有很大的提高吗？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情况。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中，清朝老百姓的生活依旧是水深火热，赋税沉重。但凡你懂了一些经济学原理，随便对比一下明清赋税那个数字，我们就可以发现，清初呢全国的这个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横州暴敛那样的这个总额为基数的。直到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呢并没有超过明朝万历时期，但清政府那个时候的赋税收入却比明朝万历时期啊增加了好多倍。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清朝康熙一朝老百姓承受的赋税压力啊要比明朝大多了。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他立国的基础就是无比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一朝呢确实实行过大量而频繁的啊所谓的这个捐免。史学大家钱穆啊从前啊早就说明，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欺骗伎俩，而绝对不像清朝的这个御用文人，或者像现今有一些满洲民俗学者啊，包括先前那些包衣奴才，还泪眼闪闪啊，这一说起来口中赞誉的是什么深仁厚泽。康熙皇帝这种变换手法的所谓捐免啊，实际上非常虚伪。清廷呢就把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那部分空头赋税，那个免掉的吧，就宣扬成朝廷呢这个德政和惠政，实际上还挺不要脸的。恬不知耻。当然了，康熙一朝啊确实是没有先前的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这样的大屠杀，但清军在平定整个三藩起事的过程当中对老百姓的屠杀也是非常惊人。王志呢是清朝一个大臣，他在给这个康熙的奏书当中就说过，四川祸变相种，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言计通省户口仍不过18000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由此呢就可以见出康熙时期的四川人口损失太巨大了。这时候呢老百姓的死亡，四川老百姓的死亡显然和从前什么张献忠啊姚皇贼啊什么那些人没有任何干系，绝大多数人的死亡肯定是清军造成的。但凡和这个三藩起事相关的广大地区，清朝老百姓啊绝对是厄运连连。在康熙十八年，清朝那浏阳县啊，他那个知县有个叫曹鼎的，他就写过一篇奏书。怎么写呢？自甲寅无逆倡乱，以致王师赫怒，整兵剿徙，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敌，妇孺悉为浮囚，白骨遍野，民无教类。由此就可以推想，
当时的湖南江西百姓啊，也是遭受清军的大肆屠戮。康熙皇帝也统治中国60年，政治上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绝对没有啊清朝臣子啊所这个阿谀奉承的啊说他能达到千古一君那个地步。当时和后世，包括现在，这些谄媚者都对康熙皇帝无限拔高，啊，说他不仅在政治上英明神武，啊，这个人还多才多艺。文史哲就不用说了，啊，什么音韵啊、数学、科学等等，啊，说康熙帝都是顶级专家。如果我们读过在康熙帝身旁吧陪侍多年的那个意大利传教士，有个叫马国贤，他写的回忆录。马国贤不是中国人，是个意大利人。马国贤是他的汉语的这个名字的音译。我们肯定呢就会对康熙帝所谓的天才感到啼笑皆非。马国贤怎么写呢？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呢还是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音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者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呢，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这个键盘，就已经足够呢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之中。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这本书的书名呢是《清廷13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马国贤这个传教士呢是康熙帝的西学老师，他对自己徒弟、对自己弟子的回忆呢绝对是没有水分的，对这位皇帝徒弟的水平呢他也心知肚明。而且呢，这位所谓天纵英明的康熙帝，他还能从地理格物角度考证出什么来呢？泰山发源于长白山。由此可见，我们就可以领略这位所谓千古一帝的他的所谓的科学水平了，远远啊不是他那些马屁臣子和当今一些学者吹嘘的那样啊，他是个万事通，绝对不是的。一旦说起康熙对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的平灭，清朝的臣子呢肯定奉承，说这是本朝盛世起点。纵观我们中国历史，强盛如秦汉，当时呢并没有盛世这个词儿。魏晋之后呢，所促时代那些文人啊，逐渐开始用盛世这两个字呢来赞美当朝。但即使大唐荣光赫赫，也只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了清朝，满汉成功，就阿谀本朝啊，就开始用盛世了。这个词汇到处堆积，到处可见，前所未有。我们要知道，即使到了晚清，你想那清朝天天被洋人摁在裤裆底下打啊，清朝的文人啊一说起本朝，说起大清啊，依旧是满口盛世。康乾盛世，这所谓的盛世，实际上在整个清朝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自从这多尔衮入关以来，皇权专制、民族歧视、封禁思想、穷兵黩武、国富民穷、文网之密是前所未有。所有这些，相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气象、魏晋风度、两宋文明、大明胸襟啊，与之相比，哪里有一点盛世的影子呢？红茶在清代才出现，我们中国呢是茶的故乡。实际上，这茶树原来就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啊，最初啊，就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茶叶能喝。但实际上，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就有人开始喝茶了。但在清代之前呢，我们一般人喝的基本上都是绿茶。那么中国红茶的制茶技术传入欧洲之前，外国人也不知道这个红茶怎么来的，尤其是英国人，他就一直认为红茶和绿茶是不同茶树上生长出来的。绿茶茶树生长出来的茶叶是绿茶，红茶茶树生长出来的茶叶是红茶。实际上红茶和绿茶完全是同样的茶树生长出来的，制法不同。红茶呢是不经杀青，直接在油抢之后啊，就加了一道发酵的工序，然后再进行烘焙。这发酵技术是什么人发明的呢？最早到底是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呢，最早的红茶就诞生于福建，就产于武夷山兴村镇桐木村的正山小种。这个红茶呢，就被公认为世界红茶的鼻祖。1732年这个之后呢，清朝有个文人叫刘敬，他写过一本书叫《片刻余弦集》，当中呢就记载，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功夫，次则功夫，次则功夫茶香。由此可见，当时这个红茶呢
就有了小种和功夫之分了。至于这红茶到底怎么来的呢，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就在明末清初时局挺动荡的，当时这桐木村呢作为江西入福建这个咽喉要道，经常有军队就经过。有一次呢，一支江西的军队经过这个桐木庙湾，把这个茶厂啊就给占据了。那些士兵们啊晚上困啊，得就睡在刚采下来这个茶青之上。等军队开发之后呢，茶农就发现，你看好好的茶青颜色呢被这些士兵们热烘烘的身体捂得都发红了。为了挽回损失啊，你不能扔了，茶农就把这茶叶揉搓之后，又用当地盛产那个马尾松茶叶给烘干了。哎，烘干之后这茶叶呢乌黑油润，一冲泡，呵，还有这种浓醇的这松香味儿。由此之后呢，红茶就诞生了。我们现在呢是处于这个互联网时代，每一件事儿都可能上热搜，比如谁谁谁因为干了什么被抓了，或者谁谁谁又和谁谈恋爱了，甚至谁谁谁哪个明星又瘦了，反正呢就是各种话题千奇百怪。如果清朝有热搜榜，有一个人我觉得啊，他的话题肯定常年啊位居这个热搜榜的榜首，谁呢？那就是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因为在他身上呢有太多的争议，太多的谜团，无论呢是他当初登上帝位真相到底如何，还是呢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一直到现在大家呢依旧是争论不休。那么这位雍正帝他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谜团呢？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备受后人争议呢？我们接下来的十几集就来好好聊一聊雍正皇帝他在清朝做皇子啊，当皇帝啊，等等的这些来龙去脉。近年以来呢，电影电视剧的编剧们这个历史知识比较匮乏，对于清朝皇帝呢就一改我们建国以来的那种客观的批判态度。你看无论在屏幕上银屏上总是习惯性的呢美化这些爱新觉罗们。我记得数年之前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开播，绝对是万人空巷。有一次呢我从深圳放假回家，就看到我老妈也聚精会神追看这部电视连续剧。别说这部电视剧细节刻画非常到位，特别是那主演这个雍正的是从前演过诸葛亮的唐国强老师，你想他本来身上就有那种鞠躬尽瘁的影子，大伙儿对他印象都特好。在这部电视剧中呢，透过剧中女主人公有个叫乔引娣的，她的视角，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位雍正皇帝，夜色深深，孤影孤灯，他正在为国事非常劳瘁，几乎是劳瘁不堪啊，戴着一副西洋眼镜，眉头紧皱。随意呢啜一口冰凉的奶茶，而后又挥笔如飞，仔细地批审那奏折。此情此景呢显得这个雍正皇帝绝对是宵衣暂时日夜勤政。镜头再一转换，那奴才出身的他那李卫进京陪这个雍正帝吃饭，看见皇帝只在碗里扒了几口饭吃，这位奴才不由得痛哭失声，跪地哀劝，哎，主子您整天操心劳神，怎么就能吃这么一点呢？我老妈呢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她不是搞文史出身的，原本她应该对于历史人物有着基本的认识的，但电视剧啊这种文艺作品影响力就是大，她看到屏幕中的雍正皇帝如此劳心国事，
堪比人民公仆，老妈眼中也是泪花闪烁。看我老妈如此情状啊，当时我是心中也是发出长长的叹息。但是呢，有一句话，孝在无为，我也不好当时冲破那种电视剧营造的悲剧气氛，大煞风景的告诉我老妈说，真实历史中的雍正皇帝绝对不是屏幕上这样一位什么啊敬兄暗弟、仁至义尽、忍受屈辱啊这样一个公仆一样的皇帝，他是一位什么呢？阴谋夺嫡、残害手足、忘恩负义、经营大术的这样的一个清朝帝君。说起雍正帝，首先呢必须从他父亲啊康熙皇帝说起。康熙皇帝呢当皇帝就当了60年啊，除了日后他那孙子乾隆皇帝实际超过他这个记录以外，刨出这个文治武功不说，康熙皇帝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我们皇帝中的皇帝了。有一句话，都知道人前显贵，没看到人后受罪，这句俗谚你放到康熙皇帝身上呢也不例外。在康熙皇帝之前啊，清朝皇帝也没有玉立太子的这样的政策。平定了吴三桂啊三藩起事之后呢，为了稳定天下人心，康熙皇帝就仿照历史上汉人政权那种嫡长子继承制，在康熙14年，就公元1675年呢，就立胤禛为他的皇太子。康熙帝呢，今天说起来，不少学者都对他夸赞有加，说他伟大，说他正直，说他爱民如子，还说呢一点都不好色。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夸他不好色啊，当时有人夸他，谁呢？还是位外国友人，也就是西洋传教士，叫白晋的。这个人呢，曾在给这个法国路易十四的万言书当中就提起这个康熙帝，说他呢一直警惕女色的侵蚀。那么对于地方官员进献给朝廷的美与女，就说这个康熙帝连看都不看一眼，正直至极。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真实历史，康熙这个人还挺好色的，而且呢，他是清朝帝王中妾室和后妃最多的，有多少呢？多达55位以上。而居于其次的呢，就是算他孙子，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有名分的这个妾妃啊，也是多达41人。既然康熙皇帝好女色，他儿子自然肯定就多。那么他封为皇太子这个胤禛，实际上呢，如果按盘行算，不是这个康熙皇帝的长子。按照出生顺序呢，他是康熙皇帝第七子。胤禛呢，虽然说排行第七，但在康熙皇帝当时活着的皇子当中呢，他排行第二。而康熙皇帝的长子大阿哥胤禛呢，他的母亲是惠妃叶赫那拉氏，所以呢他是庶出。胤禛的母亲呢是康熙皇帝第一个皇后，她是出身满洲正黄旗的那赫舍里氏，历史上呢称为孝成仁皇后。从这儿算呢，那胤禛那就是真正的皇帝嫡长子。他的母家呢在满洲贵族当中也鼎鼎大名，他外叔祖父就是索额图，他的外曾祖就是顺治朝赫赫有名的辅政大臣索尼。康熙皇帝对这儿子胤禛啊，绝对是费尽心机加以培养。胤禛小的时候呢，康熙皇帝就亲自为他讲授45经啊等等吧，这些儒家经典。这位皇太子6岁就拜师入学了，他的老师也都是当时的名臣大儒，包括谁呢？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等这些人。胤禛13岁的时候，康熙皇帝呢就仿照明朝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呢宣布这位皇太子出阁读书，而且呢还多次让他在文华殿为满汉大臣亲自讲解那儒家经典。胤禛这个孩子呢，遗传基因不错，天资聪颖，学业方面呢进步也很快，又精通满汉文字，闲于骑射，出口成章。他和这个汉族王朝那文质彬彬的太子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别看他长得眉清目秀，但他的身体呢也是由于常年习武啊骑射啊练得非常健壮，小伙子绝对是好几块腹肌。每次远远看到这宝贝儿子，康熙皇帝对他喜爱之情啊每时每刻溢于言表。胤禛呢稍稍长大之后，康熙帝呢就向他传授啊为帝治国之道，整天呢爷俩在一起分析历史经验，就教导他如何驾驭大臣，体察事情，时不时的呢还带这位皇太子外出巡视。康熙35年、36年啊，这个期间吧，就公元1696年到1697年间，康熙帝呢3次亲征噶尔丹，先后就有10个多月时间他不在京城，京中不能无主啊。他当时就命令啊，时年22岁的皇太子胤禛坐镇京城，
处理朝政，还让他呢带自己行那个郊祀礼。基本上当时这胤禛就是代理皇帝了。而那个时候的胤禛呢，天纵英明，恪尽职守，举动呢也中规中矩啊，举朝称善，看在眼里，爱在心里。康熙皇帝对这儿子非常满意，他对这个胤禛在当时充分信任不说，还常常在大臣面前夸奖，你看我有这样一个好儿子，乃文乃武，绝对呢是我选择得人。恰恰就是因为这胤禛作为储君，他开始参与朝政了，许多的大臣出于私利，逐渐呢就聚集在胤禛周围，慢慢就形成了所谓的太子党。太子党的首领呢，肯定啊就是那个胤禛生母孝成皇后的亲叔叔，当朝大学士索和图。而在当时，康熙那位惠妃的哥哥，大学士纳兰明珠，他就偏向皇长子胤禛，慢慢呢以这明珠为首，就形成了和太子党对立的大阿哥党。为了维护太子地位，康熙27年，就1688年吧，康熙帝下诏就把那明珠啊给罢黜了。哎，你竟然跟我儿子对着干！从此之后呢，那朝中的太子党就一直独大了。康熙皇帝这个人呢，绝对不像一些学者夸赞的啊，那什么朝前夕替啊，天天忙于政务啊，是他是挺忙，但他也挺好色的啊。纵观康熙帝一生，子嗣众多，偏偏呢，这位皇帝身体又好，活的时间又长。所以说呢，他进入中年之后，他那些先前生的皇子呢，逐渐的就开始长大成人了。康熙37年，就公元1698年，康熙帝就开始册封了，分别呢册封他成年的那些皇子为郡王、为贝勒，封皇长子胤禛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成郡王，皇四子这个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嗣啊，都被呢。他封为多罗贝勒。这些受封的皇子成年之后呢，那肯定要参与国家政务了。而且根据满洲传统，这些人呢，个个都由这个朝廷分拨左领，所以说他们手下也都有人了，有官署了。康熙皇帝这个时候分封皇子呢，相对来讲吧，也削弱了当时啊皇太子党一党独大啊这样的这种情形。权力的这个滋味呢，一旦品尝，肯定就欲罢不能。这些已经成年的皇子得权得势之后呢，他们和皇太子啊肯定就会产生矛盾，于是呢很快又在朝中形成了以胤嗣为首的胤嗣党人，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八阿哥党。这些人呢，他自然和太子党针锋相对。胤嗣党人当中呢，就包括皇长子胤禛、皇八子胤嗣、皇九子胤堂、皇十子胤娥等等等等吧。那么逐渐成型的这个胤嗣党人啊，他这几个皇子吧，包括他们的朝中党羽啊，就是要不断打击皇太子和他的皇太子党。随着他们之间啊这些人矛盾的不断深化呢，就最终形成了康熙皇帝与储君太子之间、诸位皇子与皇太子之间啊这些矛盾。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都非常微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矛盾又日益错综复杂。康熙29年，就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在亲征这个准噶尔途中啊得病了，回京途中他想念太子啊，他就下令胤禛日夜兼程啊前来接驾。当时康熙帝想啊，弄不好我就一下崩了，在崩之前呢，我得见一下亲儿子。可是这位太子入见之时呢，康熙帝又发现他脸上啊没有丝毫气容，一点没有担忧之色。康熙皇帝当时就大为寒心，从此之后这对父子之间就开始产生裂痕了。而后呢，胤禛又日益变得骄横跋扈，他在服饰啊、仪仗啊方面啊都御制，差不多就穿得跟他爸一样那龙袍了。特别是看到他爹享过日久，兄弟们又一直在排挤他，胤禛竟私下里啊抱怨，他抱怨那句话挺重的：“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怎知儿子如此抱怨？”康熙帝大骇，我们要知道这个词儿是大骇，不是大怒，这不诅咒自己快点死吗？赶紧死吗？给他让位吗？由此康熙皇帝对这位太子越来越不满，但毕竟太子呢是自己亲儿子，康熙皇帝就认为啊，这胤禛性格变坏，肯定是索和图一直在背后教唆他，他呢就开始随时找茬，准备拿这个索和图下手。康熙42年，忍耐已久，这阵已经不能再忍了，康熙帝终于当众宣布索和图有罪，下诏把他拘禁在宗人府。没过多久呢，就把这个人处决了。至于处决索额图的罪名呢，还非常含糊笼统，不好说啊。什么罪名呢？背后怨尤，
议论国事。当时呢，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日益做大，确实已经严重威胁到康熙他自己的皇权统治。索额图本人呢，确实这个人也不检点，贪污受贿，跋扈嚣张，在朝中呢树敌也过多。当然了，以八哥为首的胤祀党人也一直暗中散布消息，说这索额图啊有拥立太子、图谋不轨这样的企图。什么企图？那肯定就想暗杀这个老皇上啊。索额图一死，胤禛身后就失去了在朝中的政治靠山。虽然他当时呢还是太子，但是呢也日益受到康熙帝的冷落。六年之后，也就是在康熙47年，公元1708年，康熙呢当时是在这个布尔哈苏台，经过反复犹豫，最终下诏废除了胤禛的皇太子之位。康熙皇帝宣布完胤禛的罪状之后呢，过度伤心，以至于老头啊当时泪流满面啊，当场就栽倒在地。而康熙皇帝废掉皇太子的诏旨，对这位儿子所犯的过错描述还非常详细。怎么写呢？京官胤禛不乏祖德。我们要知道清朝那个文件当中，这个胤禛有时候写成允许的允，那是后来啊这个雍正登位之后为了避讳把那字儿改的。实际上这个胤禛就叫胤禛，不叫允禛，不遵朕训，为肆恶虐众，暴力言乱，难出住口，朕包容20年矣，乃其恶欲彰，戮辱在庭，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纠聚党羽，窥伺朕功，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朕思国威易主，胤禛何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辱，私行捶踏耶？如平郡王讷尔素等人俱被亦殴打，大臣官员以至兵丁险不遭其荼毒，朕深悉此情，因诸臣有言及一之行事者，亦即仇视其人，横加鞭笞，故朕未将一之行事一寻及于诸臣。朕寻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住庐舍，或遇周行，未藏归部忘出，未藏一事扰民，乃胤禛同意属下人等资行乖戾，无所不至，今朕难于启齿，又遣使邀结外藩入贡之人，将禁欲马匹任意囊取，以致蒙古拒不心服。诏书当中吧说的特详细，把这胤禛的种种恶端啊都说出来，哎，简直是不胜枚举。显然这父子之间这个仇怨慢慢越来越多，闲仇旧恨呢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成的。光绪竟然怕打雷。我们都知道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慈禧老太后垂帘听政，俨然他就是清政府的最高的实际领导人。在他掌控之下，无论是他的儿子同治，还是光绪，还是日后那小宣统，这清朝的小皇帝也就跟吉祥物一样，基本上就是幌子摆设。特别是光绪皇帝完全就是傀儡，因为慈禧的亲儿子同治皇帝啊死之后没儿子，慈禧呢就只能啊在这个同样是皇室的这个载沣家呢啊找到了他自己的外甥光绪来继位，也慈禧的他的妹妹嫁给那载沣。光绪很小就离开父母了，长期生活在清宫当中，而清宫内礼仪制度约束特别严重，慈禧对他又特严，这就导致光绪皇帝性格特别胆小，最怕打雷。每到夏天但凡下暴雨，那些太监们这就都得这个当值，光绪本人坐在那座椅上把自己耳朵捂得严严的，那些太监们把宫殿里的门窗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守在各处，一看到有雷电一闪，大伙儿就一起大声嚷嚷啊！为什么呢？就想用人声把那个继之而来的雷声盖过去，不能让皇帝听得见这雷声，因为光绪怕这个打雷的声音。但你说这光绪怕打雷吧，他还特别喜欢听这个暴雨过后啊，宫里下水道泄水的那个声音。由此呢，这个光绪皇帝经常冒着这大雨，跑到御花园东北角这个亭子里。因为当时啊，那有一个龙头，石头做龙头，高高的在那里悬着，他那从龙头上那个下来的雨水啊，就往下冒，那个雨水冒到那个池子里，就跟瀑布一样，那声音他就认为挺好听，听音看景啊，这也是这个可怜的光绪皇帝吧，在这个深宫当中难得的一点乐趣。
上一集就说到忍耐多时，康熙帝呢还是忍无可忍，就把立了多年的太子啊胤禛废掉了。废掉胤禛之后呢，康熙皇帝就把这儿子监禁在咸安宫。此后呢，越想越气，愤不能平，又下令把索尔图的儿子格尔芬啊等等人等吧，也一起处死了。当了几十年太子了，一朝被废，胤禛呢精神打击过大，变得疯疯癫癫了。毕竟呢，对这个皇太子，对这儿子培养几十年了，父子至亲。废掉胤禛之后呢，康熙帝又十分后悔，甚至呢因此悲伤成疾。不久之后，皇三子胤祉就向康熙帝报告说，这个皇长子啊胤禛曾经收买蒙古有喇嘛叫巴汗格隆的，诅咒废太子胤禛。正是因为受到这个诅咒和蛊惑，太子呢才变得疯疯癫癫。得知这消息之后，康熙帝大怒，即刻派人审讯这个巴汗格隆，而且呢还在这个宫内好几处地方，十多处地方吧，挖出了这个蛊惑太子的那些惯例乱神的什么东西物件啊，或者小像啊，或者什么字条什么的。暴怒之下，康熙帝呢立刻革除他长子胤禛的爵位，而且还下诏把这巴汗格隆五马分尸。既然这个胤禛事前属于中邪啊，那么废黜太子的事情呢肯定就要重新考虑了。就在康熙48年，就公元1709年了，康熙帝就下诏恢复胤禛的太子身份。这胤禛恢复太子地位没多久呢，就派遣步军统领拓和齐，就让这个将军啊保佑自己尽早继帝位。如今这个胤禛，你看把他重新立为太子，他竟然策划宫内的禁卫军统领对自己上这个奏折，就逼宫啊，这还了得？康熙皇帝怒不可遏。康熙50年呢，10月20日，康熙帝啊就对拓和齐进行解职了，别干了，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不久之后呢，恨恨不平的康熙帝又下令对拓和齐啊凌迟处决。这还不解恨，把他弄死之后都已经割成碎片了，还把这个前统领啊挫骨扬灰。同时呢，康熙帝还下令绞死了参与此事的这个尚书耿鹅还有齐士武那几个人。到了康熙51年冬天，失望加上绝望，康熙皇帝最终下定决心，下诏再一次把这个太子又废掉，然后呢把他软禁在咸安宫。对于康熙皇帝而言啊，这个太子废帝啊关乎国祚，而且呢就成为他一生最难以释怀的大悲大痛。从此之后呢，也造成这样的结果，什么结果呢？中清室不复立太子，清朝开始呢就开始秘密建储的这样的制度。胤禛的皇太子身份二次被废，康熙帝他别的那些儿子之间的矛盾呢那就愈演愈烈了，因为这位置空出来了。而康熙帝的暴死更是呢使得那四皇子胤禛横空出世，还令人瞠目结舌，哎，这个四阿哥忽然继位为帝了，这位新皇帝就是雍正帝。那么这康熙帝是怎么死的呢？心思深险这个胤禛四阿哥他又是如何夺嫡的呢？如果我们细读史料，虽然说技术啊各不相同，但就可以全方位的了解当时啊清廷官方文件啊所记载的啊林林总总吧，就有关康熙皇帝死因。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呢，康熙61年4月，就公元1722年，康熙帝呢就前去热河避暑，8月初3号下令呢开端行为，就是开始打猎了。9月初2日，康熙帝呢就前往热河行宫。半个月之后啊，康熙帝一行人呢就往这个京城赶还，就回北京了。而且呢，在这个27号那天就回到北京，驻跸畅春园。10月21日，就公元1722年11月29日，爱好打猎的康熙帝呢，他又亲自在南苑行为啊，又开始在那射箭。10月初7日，就是公元1722年12月14日，尚无欲自南苑回驻畅春园。13日虚客上崩于寝宫。可见这康熙帝啊，10月21号活蹦乱跳，还能够亲自打猎了，骑马呢。结果到了11月初7，半个月不到啊，
忽然就暴崩了，确实啊出乎人的意料。根据萧氏所写那《永献录》记载呢，己丑，也就是康熙61年11月初8，上不愈，传旨偶冒风寒，忌日忌透汗，自出巡日至15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用起奏。甲午13日虚刻，上崩于畅春院。而根据洪望啊他所写的《皇亲通志大纲》呢，上面有这样记载：康熙61年11月初旬日，辛卯上幸南院不愈，回畅春园13日甲午虚刻，上升霞，上受69龄，骇客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当然了，这个记述当中的上幸南院的啊那个日期有误，因为是康熙61年10月21日癸酉。那么根据康熙61年那个大臣严信的满文奏折呢，我们翻译出可以发现，就是康熙帝崩后啊，皇十四子允提奉诏从甘州啊赶回北京嘛奔丧，甘州就是今天甘肃的张掖，在陕西双山堡，他就和奉命前来代理自己这个上将军职务的那个严信，严信也是个宗室子弟了，两人相遇。允提呢当时就握住严信的手痛哭失声，反复询问了有关康熙帝逝世的情况。严信就回答说，擦苍拭碧，我记事呢11月初6日前去海子奏文，海子是指的南院。这天呢皇帝见到奴才面寻苍雾，我等好久方散，奴才看到皇上气稍衰弱，颜面亦瘦些。翌日11月初7日，奴才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87大臣相约后，出巡日又去畅春园。皇帝呢给奴才致意，招旨曰：“尔等不要再来。”自此呢，我们就没有再去。14日方闻此事。那么根据雍正元年9月16号，就公元1723年10月14日，有一个捷克籍的传教士叫严家乐的啊，当然这也是他的汉名了。他从南昌呢就寄给捷克国内他同事有封信，在这封信中呢也描述了康熙帝逝世的情况。在都城北京的南方，是用围墙围起的广阔的皇家猎场。猎场里呢有三座夏宫，一座在南，一座在东，另一座在西。天子呢常去那边狩猎取乐。1722年12月初，天子又外出狩猎。12月13日晚8时许，忽然的刮起酷寒的寒风，使天子呢感触酷寒透骨，履历不知。他被移送进夏宫。12月20日，他的统治、他的狩猎取乐以及他的生命都完毕了。去世前呢，他没有召见一个欧洲人来为他做洗礼，送他至天国。他在临终之前宣布他第四个皇子承继皇位。这个资料呢，就来自已经翻译过来的叫严家乐他写的《中国来信》。那么根据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他那么写过一本回忆录嘛，他是如此记载啊康熙帝去世的情况的：1722年年中，我被指令呢去担当天子的钟表匠安杰洛神父，他的翻译和顾问。我们全天呢都在都城外务府钟表处啊进行我们的任务。这里呢间隔我们在畅春园的驻地有2个多小时旅程。有关官员下令我们在法国或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寓所下榻。在这时期，马国贤的所谓的这个时期呢，因为1722年12月，也就是康熙61年11月，正在历代的乡下御苑海子行猎的陛下忽然感染炎症。由于天气的差别呢，这种病在中国南方啊并不像在意大利北方那样盛行。由于暴病，天子呢就前往被称为海淀的畅春园。1-2天后，欧洲人离开这里，马国贤口中的欧洲人就指那些传道士们，对天子的安康情况呢表示问候。1722年12月20号，在我们寓居的同国旧别墅中吃过晚餐后，我正与呢安杰洛神父正谈天，忽然似乎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喧闹声响，消沉杂乱，差别平时。基于对国情民俗的理解，我立刻锁上房门，通知搭档，呈现这种情况，或是天子去世了，不然即使都城发生了兵变。为了摸清兵变的缘由，我登上锁住墙头，只见一条横渠弯曲城下，我诧异地看到有数支马队在往五湖四海狂奔，互相之间的并不说话。查看一段功夫后，我终于听到布辇上的人们说康熙天子去世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承继人。雍正呢立刻实行统治，人们无不平从。这位先帝是给他去世的父亲穿衣，
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亲属们追随着，在有数名佩戴出鞘白刃的兵士保护下，将其父亲的遗体运回紫禁城。而马国贤这个回忆录中啊，如果我们看他那种半文言的啊那种译文，又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帝驾崩之夕，嚎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势，亦必忽然大变。从上面几组资料看啊，当时年纪古稀的康熙帝，他在暴崩之前，身体状况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无论是我们读《康熙起居注》，还是读当时的实录，包括朝鲜使臣的笔记，等等等等吧，我们就可以呢从这些记载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康熙皇帝他从年轻时代起就特别会保养身体，甚至他对人参啊、鹿茸啊这些补药，都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而且从来不吃那些用矿物质的春药什么的东西。而且加上他平时特别酷爱行猎这些体育运动，因此康熙皇帝的身体的底子还是挺好的啊，身体底子很足。我们就可以想象，你身为老人的康熙帝，在木兰秋显的时候，当时还精力十足，回到北京之后呢，还是兴致勃勃地到南苑行为打猎。如果他当时身体患有致命的那种慢性疾病，或者感觉不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精力呢？而且从历史记载看，康熙58年到康熙60年，康熙帝呢，他竟然没有任何患病记录，因为这个可以从皇宫那个御医档案中可以查到，连他自己都表示说什么呢？镇体安善，气色亦好，而且呢，他还能亲自骑马从南苑到畅春园，还不是什么坐轿坐辇什么的。特别是康熙59年，就康熙皇帝头发又重生黑发，连白胡子慢慢就变成青色了。所有这些返老还童的表征呢，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康熙皇帝最终下了决心嘛，第二次把他太子又废了。经过这事儿之后啊，反而大石头落地了，因此他的身体状态呢就越来越好了。11月初6那天呢，康熙皇帝还能亲自在南苑召见皇四子胤禛啊，包括那个宗室严信那些人。当时严信那些人呢，是奉他的命令去查看通州啊那些地方的粮仓。听取汇报之后呢，当晚呢气温骤降，所以呢他受寒得病的可能性确实有。皇帝嘛，老人了嘛，而且这个忽然之间天气降温，他有可能受风寒。即便如此，呼患重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因为在这段对外宣称皇帝得病的时间内呢，直到他死亡，历史档案中呢就没有任何严请御医前来给他治病的记载。皇四子胤禛呢，号称是个特别细心的孝子，却在这段可疑的时间内，这可疑的时间内就长达11个小时哦，他进进出出他的父皇身边多达5次，但他没有1次啊去急召御医前来治病。但凡他有什么重病大病，或者感觉不行了，得召御医前来啊。由于他身体小有不适了嘛，患了小病了吧，康熙皇帝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初7那天，就到了畅春园休养。那么根据马国贤回忆录记载呢，当时好多这个传道士都去畅春园去问候起居，但是这些人呢并没有见到康熙帝本人。这倒不是因为康熙帝当时病重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当时他处于斋戒时期，皇帝一旦处于斋戒时段内呢，一般外人包括他那宫眷他的自己那些女性亲属都是不可能轻易见到皇帝的。也就几天功夫，到11月13晚戌刻，也就是我们现在傍晚正常的那晚上7点到9点之间，你看一向身子骨这么硬朗的康熙帝忽然就病情恶化暴崩了。这种情况只有他得了心脏病啊、脑溢血啊，才有可能这样忽然就死了。在康熙皇帝这次得病前呢，虽然说因为废太子这个事情悲伤过度，有一阵病病歪歪的，但能够导致他猝死的病症，什么比如说高血压啊，或者什么心脏骤停啊，这些症状啊，从前是从来没出现过的。当然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许康熙帝就是忽然患上莫名的急症。我们想一想，一个年近70的这样一个老人忽然之间一天晚上暴死，也不算不正常。但是呢，从雍正皇帝日后他的一系列举动看，他爹康熙帝的死亡呢，我觉得就不是一般的正常性死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下一集讲。清朝最早的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平常得来的印象，比如说从教科书啊，从一些历史这个文本上都知道，这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呢，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实际上这个说法啊不算太严谨，因为就在此之前的1835年，清朝啊也签订过一个不平等条约，对象是谁呢？它不是英国啊、俄国、法国这些这个欧洲列强，竟然是一个中亚小国，叫什么呢？浩瀚韩国。浩瀚韩国呢位于中亚地区，它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北部到达了哈萨克斯坦南部，西部呢到达了今天的乌兹别斯坦的布哈拉，东部呢已经到达这个喀什的附近了。19世纪之后呢，清朝国力由盛转衰了，因此他们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啊，那力度就比从前差远了。这个浩瀚韩国呢就借助这个时机，在1820年把大小和卓木，就那两个叛贼的一个后代叫张格尔的，弄回到清朝境内来捣乱。当时清朝调动36000的军队，花了1000多万两银子，最终呢才在1827年把张格尔这帮匪徒剿灭了。而后呢，这个浩瀚韩国又在1830年就自己派了30000大军进犯清朝的净土。这时候清王朝呢国力越来越衰弱，对边疆事务就无暇顾及了，面对浩瀚军队这样进犯呢，清王朝没办法，就只能采取一种比较和缓的方针，和这个浩瀚这个韩国的小国妥协。于是呢1835年清朝就和这个浩瀚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叫中国浩瀚协定。你说这多尴尬，这浩瀚从前还是清朝的朝贡国了，如今呢他和大清竟然签订了一个条约，而且还是清朝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